快没来，快走星光大道啦！下次把我们设计最时尚、最新流行的造型。点头的意思是干啊，还好啦。还好，我有得罪你吗？我有得罪你吗？怎么了？我说怎么样？他说很正，然后你在后面说还好了，所以还好很大啊，这误会大了，而且刚好接在他后面，误会大了，怎么这么巧？脸中厚，真的是真的，你要小心哦。这是您掉的金斧头吗？凉吗？我的热情，我的热情啊！那个啊就啊的不是，真的很反差哎。哎，学妹，第一次看你露腿哎。哇！他比我还美。真的很冷，很冷，非常冷，溪水很冷。你今天的配备那个酒？对，我今天这个是最新造型的。溯溪鞋，工作人员是帮你加，我就是加橡皮筋嘛。对，加橡皮筋，然后加两个带子，因为就是怕我就是会脚跟鞋子脱离，因为溪下面都是石头，大大小小不一样的石头。对，然后因为导演希望我可以感觉走得很稳这样，对，但有困难，所以工作人员非常非常辛苦，因为他们先试走一遍，然后发现哪里好像有一点弯，有一点坑洞，他们就赶快去抱小石头来补平。所以我刚刚其实在上面看有点心疼，就有点紧张，因为他们根本就是泡在下面一整天，就为了把地图平，所以我就对啊，真的很感谢。感谢。我要吓死了！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哦。仙女不是这么好当。对。当阿姨，用油的还不能用油。我刚刚唱的那一首《吟诗曲》，它其实是在讲一种很意境形式的那个传达。那最后一句是“是金还是土”。戏会让你知道，就是人生就像一部戏，那到底你的这一生是金还是土呢？你就安安稳稳的把它走完之后，到最后你一定会发现，那其实就跟这部戏想要传达的东西一样，不管是歌仔戏的兴起落幕，或者是电影的兴起跟中间遇到的挫折，它到最后带给人们是金还是土，其实走到现在以来，大家都会摆在心中。你找别人说。哇！抓住。这很不连哎。这是超大力的。是这样吗？这是。是这样吗？再一个，这是一个魔法。OK。好。太大力，刚刚那个真的太大力。你看，前面跟真的一样，这个。阿鸟在我们戏里面，它是有点通灵的。那淑媛现在整个是到另外一个空间，所以另外一个空间里面，他等于是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阿鸟。可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认识阿鸟，所以当有一天他回到现实的时候啊，他发现阿鸟的时候，看到这个女孩子好像似曾相识，可是阿鸟并不认识她，对，一个引言嘛，对对对，喂，那不是我亲眼睛看到，我真正不敢相信呢。你既然跟伊查某安尼大作伙，你过河拆桥帮啦，你对得起老家乡？这场戏的原因是因为阿布拉跟月凤已经在一起了，然后这事情我并不知道，那我对一件事情不谅解，所以觉得他这个行为是不对的。徐元哥，然后对云清他们感觉到有一点点不舍，跟因为我的立场是跟他们在一起是比较有情感，跟月凤当然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所以会有这样的情绪。
伊是暗算要用老家戏班来赚钱饲细伊哦。那想到这个，我感觉天出艰苦，你知无？我嘛感觉真变笑。有名有势，叫外风，伊破坏咱家庭，抢人红菜，我叫伊何瑞姐已经真客气啊！你可十十啊你？啊，咩的？无想两陪陪来关心啊？好，看一下。算了，为什么我们两个膝盖会撞在一起？你就是，你就是分家，你就是分家。你怎样问的？短的就长的。你已经很确定百分之百？那不是有吗？那就确认了。那你确认？那金是什么 ？DJ4。网络的用语。我不能这样讲吗？可以啊。因为我不知道，我还在讲，不是 B 姐 J 姐 ，for 是啊 ，for，DJ for， 不解释。你喜欢听吗 ？No 是 No for， 不是，啊你是，我是阿公阿婆，你是阮阿爸。不来的啦！哎，你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去哪，我方向感不好。对，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是我是在状况外。其实我也算状况外，后来知道这场应该说我们三个人都状况外，对不对？一开始都状况外，对，然后后来。他进了状况，进入状况。对我进了状况，但我还在状况外，这样对吧？对，我们分别进入状况，然后就跑走了。对，他就跑走了。最状况外的应该是阿布拉吧，他都不知道我这边在干嘛。始作俑者又状况外，对啊。然后不愿意面对装傻，对啊，对，叫他踹狗，对啊，踹狗。虽然说你拢比我先离开的。你看我的油西西，你觉得怪吗？你怎么不让我们西西？我看到你了，不让，见不了我们西西。那我离开这里。那我就冲到今天过十二点。啊，应该是在这之前。今天过十二点。有生意的。你们看这两个人的表情啊，有人对这么受惊这么不尊重了。相识，向你请来意，感谢，再唔过阿伯十二点。哈哈哈。旁边。太贵啊！你先冲下。小心那淋雨哦。撞那么雨，不要跟石文哥说。他应该很柔软。弹性，就是有弹性的。我们这种是接这个。我们这个是鸡胸练过度，关掉不啦？够个跳小的，够个跳小的，够个跳小的。你先冲下！啊！没关系。人间凶器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
自己唱快点。我感受到大家的诚意了。于明烟生日，好哥们，明烟哥，这是我的一个生日礼物，好不好？我去换衣服。换场，真的假的？收工，真的假的？告诉大家，是因为生日，所以让我收工，不是因为我收工。老来老戏院新生命，以下内容由国家电影中心提供。在台湾电影最巅峰的时期，全台有800多家戏院。随着复合式影城、都市更新计划及网络传播的便利，风光一时的老戏院步上了最后一程，也同时葬送了一代文青们的美好回忆。难道建筑物老了只能拆掉，戏院老了只能关门大吉？有的戏院不愿意弃若游丝的坐以待毙，还在为期盼找回观众、找回逐渐稀落的掌声而努力着。从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。他们拒绝成为被纪念的主体、被缅怀的历史，顽强地以另一个样貌生存下来。文化部的补助加上地方人士的努力，老戏院的辉煌荣景再度展现。打开记忆的铁盒，而将其风华尽显无疑。对台湾电影史失忆许久的观众，渴望从这些空间承接历史，重访过去。就有如片中主场景之一，也是阿布拉电影事业起飞的基石——万国戏院，在明视的重新规划与整建下，万国戏院的招牌重新被擦亮，空间也活化再启用。看着戏院灯光亮起，仿佛黑暗中的巨人苏醒，而你我正是这奇迹的见证。老戏院，一个老字道尽时间的流逝与沧桑，但再多的历史灰烬也掩盖不了他们曾经的风华，这岁月痕迹的美丽。